预备，三二一，预期嚟紧我哋嘅真人 show 会有面对啲咩挑战咧？我想都会几头痛，因为欢迎大家来到别出心裁这个设计比赛。今次是我们深水埗青年会员会第十届的青年节的活动的。即是我是在我公司做的，但是其实旗下都有个 fashion brand， 就是叫 HomeCon。 真的很想做一些很艺术性的，或者表达一个情绪的，希望他们一路做的时候就一路去受我们的考验，看到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究竟能不能够留下来。今天你们将会有两位朋友是会被淘汰的，如果你这套衫摆上舞台，我就觉得有点舒适的。始终现实和理想还有很大的距离，你有主题，但是个画都不是你自己画出来的，跟着后面整个制作都不是你参与，我们有机会是 disqualify 你。每一个都是一个挑战来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真人 show 玩的地方。你找我打了两个交叉，我想一来就跟两次交叉他。晕了真的。如果我的 talent 是不够其他人那么强的话，那就会觉得自己不是做得挺好。跟着我那时候就选了时装设计，但是可能路途上都可能不是那么顺畅。我一定会对自己有信心，今天你才会对我有信心。即是你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想着那些大妈呢？没有。